翻嚟第二節嘅動漫廢物啊，繼續我哋呢個十六週年嘅台慶啦。咁啊，頭先接咗預記嘅電話，雖然我哋打俾佢，其實係對，係啦。咁我哋依家可以打俾第二位聽眾。阿添話咧，我哋撳打出去之前咧，我哋可以瞄咗背景聲先，咁啲聽眾就唔會聽到噔噔噔嗰個啦。邊個背景聲係？係啦，呢個咯，呢個咯。系啊，麦定喇叭呢个啊，系。但瞄咗唔会出唔到声嘅咩？唔系，佢净系冇咗打出去嗰几下，噔噔噔噔噔，入咗先就接通咗，你咪开翻咯。呢个系边个啊？系啦。哦，靠咩？佢未，我知。未配合。好，我哋而家打紧俾开咗都未定观众啦。结果我哋系主动出击，冇人打佢。系啲听众留咗言嘅，佢都留咗位嘅。等佢哋打上嚟会撞车啦嘛。系系预约嗰啲咪。后屘话有啲问题、啊。咦系咩？咦都慢，哦啲啦，因为我冇 play 啊，哎呀白痴啊，唔使 play 噶，要 play 啊，唔系要 play， 因为佢个嗰个留言会一路落噶嘛，唔使噶。打多次啊！個流打我打多次俾你啊！槍不嬲自己跳。好啦，打多次啦。翻個嘢，翻個嘢。喂喂喂喂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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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啊，可唔可以計？你好，你好。好嘈。好嘈。你話我哋好嘈。邊個好嘈？你講佢名，然後叫佢收聲。係啊，已經第一個投訴已經接到啦。個背景聲好嘈。喂，你熄咗我听，你听咩啊？唔好搞我咩？太大声，太大声，太大声，太大声。明哥，打个投诉，就系你好嘈。而家冇啲啊？真的？啊，有啲，有啲，有啲。喺边度有回声？梗系啦，因为明哥教你。系啊，教到最大。向上推，向上推，我明。你教紧啦，你继续讲嘢。佢一打横，佢都唔知边度系上，边度啊？其实投诉都冇乜嘢投诉嘅，因为差呢方面你都保持得好好嘅，听住咁耐。啊！多谢晒，你真系厚道啊！你唔系个低水平，而家保持得好多系系啦。跟住但系啲咩咧？有啲咩细细地嘅？唔系有啲提议咧，因为之前你哋香港嗰边唔可以限聚令嗰排咧，你哋咪系 online 咁去做节目嘅。其实我觉得嗰期嗰个效果系好啲嘅，我自己觉得。吓，佢明显真系好过而家，我觉得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记得有讲过话冇答得咁紧要噶嘛啲声，我因为你哋要即系喺个 Skype 嗰度咧，你系得一个人出声嘅啫嘛，所以你哋啲主持啲声系会好啲嘅，听落去。其实就唔系嘅，其实系大家都等，唔系因为有 delay， 咁永远都系以为人哋讲完之后要停一停嘅会。其实是因为呢大部分人根本就没有集中在做节目，例如我在打机的九成时间都大部分人大部分人是你啫，咁你自己一路打机咋？唔系我哋，喂，点解你一个打机就代表大部分人咧？你个仆街，我又开个直播又开个 chat room， 我系讲紧唔集中做节目嗰种啫，打机系我自己嘅打机啫。你自己唔集中有冇拉其他人落水？俾人围攻完即刻收皮。但我想讲咧，我唔集中，我嘅效果都系非常好嘅，所以呢点我系非常之走捻开啦，屌你！继续投诉，继续投诉。系啊，继续讲。喂，你唔系喺香港噶？我想问，澳门啊嘛。我问听众，你咩帮人听，帮人答啫？我显示我好了解听众，好关心听众啊！我都黐线嘅，咁收线得啦，系咪啊？咁我了解同关心唔系了解晒所有。森呢喺呢度最了解同关心听众个人嚟噶，系啦。我同听众讲紧嘢，答咩爹啫？唔好意思啊，我哋讲翻睇紧讲咩话？你边度噶？我澳门听众嚟噶嘛，我系哦，咁但系澳门听，喂，澳门有冇啲类似咁嘅，即系好似我哋呢啲咁嘅网台听嘅，其实冇。澳门以前有听澳门街咯，先同民众澳门街咯，而家佢少做咗就冇乜点听咯。有一期蘇家豪以前做議員嘅時候，佢自己 YouTube 有個正本清源嘅，不過佢而家冇做議員都冇乜點開。主要系听呢啲咯。哈活系咪好似冇做节目嘅？多咯，万有引力好似冇。哈活嗰边，因为如果同动漫相关，可能就要去到哈活咯。雷公子好似系冇做网台嘅啊嘛。冇，澳门真系冇乜人做
动漫主题嘅。动漫应该冇，其他嗰啲灵异嘢有嘅。我都有听你哋澳门嗰、那个一个灵异节目，我唔记得个名。唔记得啦，好似都系司徒文俊嗰边。唔系，另外一个嚟嘅。我睇翻个 YouTube 有。屌你十三亿，搵多边几多啫？全新协会好似有啲社团有自己有搞，通常同社团有关系嗰啲节目我就冇乜点睇。所以乜嘢社团？唔系，嗰个社团系组织系嘛？喺澳门系合法组织嚟嘅。社团香港都系有社团注册嗰啲社团。比较似民建联嗰啲咁嘅组织咯。哦，诶，会比较接近嗰啲咯。嗯。有人又想問咧，就喺澳門容唔容易買到即係漫畫咧？好易，係啦。而家越嚟越少咯，即係你漫畫鋪其實而家真係好少咗好多咯。都係街邊報紙檔嗰啲啫嘛，係嘛？係唔係？有嘅，以前廿年前都係講到我錯咁。廿年前啲租書鋪，澳門仲有租書鋪咧，咁佢哋會做埋訂書嘅。咁而家就可能係有啲佢會撈埋玩具一齊做，即係佢一邊賣漫畫一邊賣玩具咯。再唔係就可能真係要去一啲真係嗰啲真係書樓上書鋪，就佢哋會有一欄去買漫畫咯。但其實我自己買漫畫好多時都係放下來訂翻嚟㗎啦，我好少喺澳門買實體書。哇！因為我有一年係過咗澳門嘅，我嗰陣時買一啲博漫，其實都係喺街邊嗰啲報攤買的。哦，你博漫就真係要街邊檔買㗎啦。係啊，係啊。不過而家都執得好似得翻兩檔嘅啫，成個澳門我知道。陰公，好陰公㗎！即係你之前我山海都斷，我山海也都斷咗期，因為嗰期冇船過嚟香港。唔緊要啊，山海。但係斷咗期唔緊要啊，都唔影響你睇個進度嘅其實。其實我自己又冇睇山海嘅，不過斷咗期咧，就同事買咧就我都即係佢都斷咗咁樣啫。我自己其實而家都淨係睇一代嘅。嚇、啊！反而就係睇一代啊！你啊啊！比較中意 Art Comic 啲漫畫嘅我自己。妖怪道反而冇興趣。有買新龍啫嘛，我而家佢轉翻做分強，我都直接 cut 咗書。嚇、啊！妖怪道你冇、啊？妖怪道你冇興趣咩？系咪冇睇？妖怪道我睇完第一辑咯，我睇完第一辑之后都 cut 咗，我得三和仔真系变幅变得好劲，我自己觉得。O K， 哦，咁有冇睇《天妖元奇》啊？明白，够啦，已经。我唔会承认有神兵问天同《天妖元奇》呢样嘢。咁就有睇啦。咁啲同事會買啊嘛！同事啊，覺得你係做咩㗎？澳門政府工。哦，政府工。係啊係啊。O K。咁你有冇對我哋做咩投訴啊？或者對主持有冇投訴啊？主持？係啊。冇啦、啊。都。冇乜好投訴啦，主持有咩好投訴啊？都死心啦，梗係都忙你班嘢冇救啊！表極都唔怕，係咯，我會好投訴啊！講曬氣啊，好慘啊！真係咪有啲感慨，因為我第一集聽嘅動漫主持都唔喺呢度嘅。你第一集係喺邊幾時啊？我記嗰期應該係講埋拳王嘅，我冇記錯。不斗之拳，拳王，港漫，我记得系阿郎、五月同万记三个做嘅，如果冇记错嘅话。哦，即系嗰集动画系讲香港漫画嘅拳王嗰集，好耐噶啦，好耐噶啦，应该好耐啦，十年都有。我嗰时唔喺度，系冇份冇做啫，嗰集啱。唔系咁，所以佢第一集听嘅动画嘅主持都唔喺度啫，佢嘅意思系。系啦，拳王。唔即係佢嗰集啊，佢就係講嗰集裏面。我唔係講嗰陣時啊，添嗰陣時好似啲人原詞嚟嘅，你有冇記錯？咁又唔係。嗱，添啊？唔係，嗰阿狼。阿添都好，但係阿添係早過五月噶嘛，應該。唔係，前線啊，五月早過添噶。係啊，嗰時佢哋講嚇係啊，我冇翻嚟，因為我冇五月啊。五月喺度，我諗可能。嗰可能係咪唔係凍肺？係。五月嗰时可能系大个嘴，即系搬过嚟呢度之前嘅。咁梗系啦，五月佢拳王嗰集，我梗系搬嚟呢度之前啦。
其实五月冇过过嚟呢边嘅，所以咪一定系，所以我一定唔喺度咯。系你一定系搬过嚟之前嘅事嘅，系咯咁。咩啊？系咯，我问多一样嘢嘅啫。我点解提货金提埋下个礼拜找数？你咩噶？我们真的学不来，冇错。系下个礼拜有。买下后个礼拜，下个礼拜。下个礼拜系你啊，你啊嘛，你啊，仆街，不来先咩？唔系啊，屌你，我开个 Discord 俾你睇啊啦，咁样先啊 ，OK，OK， 屌你，好，你会唔会新啲新啲？而家你系咪冇准备啊？冇所谓，咪睇啫嘛，点啊？都忘记晒所有嘢噶啦，已经开始。勇者啊，系啊系啊系啊，记记咩？黑老虎，记唔记得自己姓咩啊？唔记得啦，你记唔记得争我哋钱啊？更加唔记得啦，记唔记得阿嫂姓咩啊？姓马系，系啊！你嗰个我们答答翻先，我们真的学不来系五月二十号，系啦，冇错，如无意外嘅话，咁招架都冇啩？讲嘅一定系，成日都有啲意外发生，冇咩意外嘅，系啊！你隔个礼拜就会听到，就会听到你点嘅题目噶啦，应该系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都多谢你点我哋做呢个课金题啦。嗯，系非常之感谢。足动费有多过十年啦。啊，我可唔可以问多样嘢啊？好啊。何不来，你想我哋讲动画定讲漫画噶？讲漫画，其实我比较想讲嘅系，我比较想听嘅系，主持对佢最后嗰、那个结局、那个，即系佢嗰个哇，结局嗰个玩法，五个结局系嘛？系，因为呢啲咁样嘅炒股漫画咧，你好少系会见到有个作者咁有心机画晒每一个女主角嘅结局出嚟噶嘛？嗯，好。我比较想听呢样嘢啫。唔系，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套嘢唯一值得讲嘅，都系呢一点嘅。都系。其实前面其他嘢都几平平无奇，系呢一点系我自己觉得好，都想听翻动币嗰边有咩结解啫，因为真系。好似冇乜幾套點講漫畫係會做到呢一步。係你、你連五撚份都唔同你咁玩啦、啊。係咯。好啊好啊，你揀漫畫真係屌放下心頭大石。係咯，幾驚講動畫。我冇睇過動畫，我淨係睇漫畫。做得好啊，做得好啊。但係真係好灰啊，啱啱講女仔咁樣。手头一棍咁样扮落嚟嘅，唔系我介绍嗰啲系原创动画，冇所谓噶。咁咪你咪睇动画咯。即系我哋系开个题，咁听众想听漫画，即系你可以补漫画，冇即系冇什冇乜冇问题。动画个 part 交俾你啊，系咯系咯，一样嘅啫嘛，都系可以涉猎唔同嘅层面咁解。佢都系想听把声啫，唔系咪系嘅咩？我有好多层次嘅声，系嘅咩？靠咩？你又系听下大家啫。我系咪临尾又系要叫你瞓嗰啲嘅啊？唔使几钟头 OK， 冇嘅都 OK 嘅 ，OK 可以讲第二句噶嘛？我师弟你知嘛？你问个唔系师弟你 OK 唔关我事啊？可以唔系我意思系可以要求，可以要求，因为头先预计要求咗，你都可以要求。但你想要求师弟瞓啦，柒头啊？系啊，你都可以要求噶。系啊，我哋有好多难主持。系啊，冇理由咁唔公平噶嘛。即系可能你会觉得要男女平等啲咯，你搵一条仔叫佢瞓咯。可能佢都搵我咁样，大家扮条仔。咁样会变成我同其中一个主持讲你瞓得出头噶。得啊，新年 OK 噶。系啊 ，OK 啊，佢最听啲啊。Come on。新年你最好翻去瞓得出头。非常好啊，多谢你啊，多谢你，非常之多谢晒。咁啊，多謝仲冇人排緊隊㗎？有嘅。嚟緊呢個應該係，唔係嗰個唔係排隊，不過你或者仲有冇人喺度？係啊，有就有嘅，睇下接邊個入嚟啫。Ricky 呢啲撚樣唔撚使接啦，屌！哇，大家好似冇乜，大家真係冇乜對我哋冇乜投訴咩？冇理由喎，好似大家都冇嘢咁樣。一二，聽唔聽到？喂，喺聽到啊 ，Ricky，Hello， 早晨 ，Hello，Hello， 走啦 ，Ricky， 屌，走啦，好賤啊！喂，各位主持，生日快樂，係。我唔係嗰個生日快樂，過咗咯喎，過咗咯喎，成個月噶咯喎，過咗成個月。因為我常嚟要叫聲嘅。有冇生日禮物啊？
生日禮物，咪而家咪打嚟咪投訴咪生日禮物。多謝你份生日禮物。咁交俾你咯，投訴係咪啊？有咩投訴啊？投訴啊，投訴咪動費。咁多年嚟都數數下都浪費咗人生差唔多14年時間啦，即係起碼一半時間係浪費咗啦，聽節目啦，幫手啦，然之後又俾人拖埋落坑啦，而家去咗隔離台搞埋變成主持啦，即係浪費咗好多時間咯，係啊。仲有就係、是即係尤其是無論過去同現在都係嘅，即係尤其是而家 Patreon 咧個 app 咁方便咧，你哋嗰啲咩嗰啲咩鳩吹啊，或者係其他嗰啲拾荒者啊，一出咧就又係嘥時間嘅，真係聽即係一定要聽曬嗰啲咁樣咯，係啊。即係仲有嗰個撲街新年啊，成日拉人落水啊嗰啲咁嘅嘢咧，好少聽，即係係。唔係，即係好耐冇聽過新啲嘅全名，因為我哋已經唔叫撲街新啲好耐嘅。佢係真嘅名嚟嘅，係啊！佢全名佢全名係撲街新啲，大家都知噶嘛，係嘛？知佢梗係知啦。唔係我話大家啫，可能有啲主持都唔知啊。佢新啲全名係撲街新啲啊嘛。佢連改密碼都用翻呢啲類似咁。係啊，好耐冇聽人咁樣嗌過全名啦。唔係，但係我拉咩人落水啊？唔係你拉我落水過去做主持啊嘛？定定。好似系喂，你自投罗网，你有冇认错咗嗰个好似狗叔嚟噶嘛？唔系，都系狗叔系另一次，佢一条口水两次啊！屌呢啲，即系摆到系人嘅问题嚟嘅，就唔关我事。系，同埋因为动费即系拉咗落水，结识咗好多朋友啊，又因为咁睇咗好多动画啊，然之后又浪费好多人生时间啊，咪搞到而家咁咯，系啊。你而家點啊？而家咪變咗一，我聽講你好似拍緊拖喎，一位睇差唔多30套翻嘅廢物咁樣咯。喂，你諗下，你簡直係成功人士啦！嗱，有固定職業、穩定收入，有固定而穩定嘅一個伴侶，然之後一季仲睇到30套動畫，仲可以聽曬啲網台同埋做節目喎！屌，人生贏家啦，係咪啊？唔係，我覺得呢啲係佢係咪奇異博士嚟㗎？咁多時間嘅點解？佢係時間管理大師。我都係對比嘅問題啫，即係我覺得如果佢唔係做網台或者聽網台咧，佢而家可能3-4條女同時喺 mark 撚住，即係佢係 compete 緊呢一樣嘢，即係不停咁食生果。係啊，唔係，我覺得係新年喺曲線賺緊自己咯。有啲講啲嘢，自己全部都有。我睇唔到動畫，我睇漫畫啫嘛，我睇唔到劇啦。同埋我諗我喺你哋新即係上一次新加入主持之後，係睇到個 dynamic 係多咗好多，即係你哋喺節目嘅多元化方面咧，所以喺 Patreon 嗰度見到即係可以聽或者想去即刻聽嘅動力係會比以前更加多嘅，係啊，咁就仲有啲乜嘢投訴啊？新主持你最中意聽邊個啊，南哥？咩啊？唔系 ，sorry， 屌你系 Vicky。新主持你最中意听边个啊？咩啊？你最爱的新主持啊？其实我觉得有个好嘅，因为好似唔系呢啲咁样嘅官方嘅回应，我哋系唔接受嘅。逐个点评咯，系可唔可以逐个投诉？搵翻个名出嚟啊！你最唔中意嘅新主持都得噶，记得咗。好似边个啊？我记得听过几集有关动画，好似头先你讲Sony Boy 啊，或者系其他嘅一啲动画嘅点评，我觉得系同之前即系动费主持嘅一啲方向系唔同嘅，即系无论系阿袁啊，或者系其他，甚至我听咬姐、听阿 Man 喺度讲嗰啲剧情嘅走向个方式都有啲唔同，我觉得系个即系个动力会多咗咁样咯。咁当然原本既有主持同佢哋火花，可能都会多咗，好听咗咁样嘅。好多谢晒。动力咁即系又出大家车嘅啫。喂，我唔接受啲咁嘅答案太过滑头啦，我直接啲问啦。阿 Vita 把声好啲定系 Nicky 把声好啲啊？直接啲答，直答。但系你依排我见你把声，即系我见大家姐把声系真系沙咗，系因为即系做多个节目啊，定系本身有事系点？因为系有几集听到好似直情有啲声沙。你意思系咪即系 Vita 把声衰过 Nicky？
你斗唔系难听啲啫，系咪咁啊？系咪你咪咩意思？系咪 Wiki 把声屌晒你哋啊？唔系我啊，唔系你摸兜啊，你答啊，系咯？边个把声好听啲？即系沙咗，系咪食烟嗰只嗰啲沙？系咪靓坤咁啊？我记得你边一嚿，可以解释下嘅。唔系简单啲嚟讲，即系佢呢一刻觉得 Nicky 把声好听过 Vita。多谢呢位听众嘅答案啊，多谢。屌你啊！天，点解唔系？我想知点解你要帮 Nicky 去多谢咧？系咯系咯系咯，你咩偏帮 Nicky 啊？我冇偏帮佢啊。你偏帮 Nicky？ 不过咧，我系纯粹想挫下个听众嘅。不过佢真系啊，佢真系好嘢啊！果然系你嘅工种令到你个人咁样圆滑啦。系，因为点解把声系沙咗咧？其实系由十二月嗰阵时开始啦。咁就我好似去咗好似去迪士尼啊，迪士尼咪玩个灰熊山谷嘅，咁我咪癫咗咁样嗌咯。灰熊山谷你都嗌到啊？唔系系乱鸠咁嗌咯，即系对面见到有个人，哇！好好玩啊！咁我以为话啲咩？哎，做嘢好辛苦啊！佢讲过啦，佢丧嗌嘛，佢系啊系啊系啊，我丧嗌。跟住如果你系玩灰熊山谷嗌嘅话，其实你喺迪士尼，你咪直接喺嗰条大街度嗌都一样。唔系咁你嗌出嚟系觉得开心啲、满足啲啊嘛。咁跟住我仲要夜晚做咩咧？又系咪啱去咗劈酒？跟住就饮伤咗嗰个喉咙。咁跟住之后咧，就因为我。嘅工種咧就係、是、一直要講嘢嘅，咁所以一直都調整唔到把聲咯，咁就沙咗。有冇兩支煙一齊食啊？好難過海平嘅喎，好難過，係咯。咁啊，而家把聲應該好翻少少啦。但係啱先佢哋都話我好似沙沙地聲，我諗係入咗啲。大家姐話你把聲係完美嘅，係啊，咁得意。話大家姐把聲完美，係啊係啊。咁我都會話把聲係完美嘅，多謝你啊，多謝你嘅支持。咁仲有，如果你話我突然諗到，我上次應該有同阿新爾提過，不過依個係好台嘅唔同風格問問題咧，就係、是、當然喺依一個新嘅主持或者舊有主持係多咗之下，你哋嘅 dynamic 同埋個動力或者節目撞出嚟嘅質素係好係好咗嘅，但係咧同時咧，我有時覺得係唔知係咪人數嘅關係咧。有時好似 hold 唔到個場啊，即係我唔知係因為即係我覺得你哋 organisation 咧好 flat 嘅，即係大家係合作，然之後冇一個 so call 真係好大嘅台長去，有時係lead 住成件事。可能我唔知道你哋做節目嘅組織或者形式係會唔會係每一集係例如係師弟或者冰之做一個 lead 嘅，然之後由嗰個人嚟壓住個場。咁我有時聽啦，可能我慣咗。另一啲嘅做網台嘅方式，又覺得有時好似 hold 唔到場，但係討論唔係個質素唔好，係可能我自己感覺係咁樣咯。嗯，唔使戴咁多頭盔嘅，有人 hold 場嘅，不過嗰條友去咗英國，跟住就係啊，因為其實唔係我唔知道大家，因為我係唔理其他人噶嘛，咁所以係。是合理的，我觉得就因为你不理其他人都成晚添啊，将自己嗰啲做得不好的地方就合理化都讲翻出嚟。V 同 US 啊，系差好远噶。US 唔系即系每一集都一定有一个 host 嘅，咁但系我谂我哋一来新主持们佢哋可能未好识点样 host 啊，系啊。同埋我记得我有同佢咩，即系有同你师奶系倾过嘅，就系、是、我当费揾翻嚟嘅新主持好多都系偏向弱气嗰边噶。系啦，咁但系旧主持好多都系好强气嘅，大家嘢咪强气咁，咁就系少多数咯，多数咯，咁所以唔系全部咯，系啦，大家即系阿行都系属于强气嗰边嘅，咁但系其他阿添都想，阿添都想讲 Nicky 都系强气嗰边嘅，沟到女嗰啲冚家产咪强气咯，沟唔到女啲咪弱气咯，我又觉得冇关系嘅，强气弱气呢啲嘢。同溝唔溝到咁，但係即係所以大家有時個主動性，新啲而家咪變咗強氣咯。唔係新啲係強氣咗好多嘅，而家你唔覺得咩？新啲而家係超強氣，唔係我淨係知佢講嘢簡潔咗好多。以前冇咁強氣，而家強氣咗好多嘅係。咁所以即係主動性相對上會低啲啲嘅，咁變咗佢哋有時 host 嘅時候，如果遇著我呢啲咁嘅撲街，我好撚搶 fall 噶嘛。或者阿 Tim 呢啲仆街都係好撚搶 fall， 佢唔係搶 fall 啊，佢係自己講自己嘅 fall 啊，佢冇搶 fall， 佢只係講緊自己嘅 fall 啫。係啦，咁變咗就會模糊咗個 host 嗰個位咯，有時係啊，通常啲新主持都係俾啲舊主持帶走咗啫。嗯。
但係同時我都聽到有啲即係例如DK 喺即係咬借嗰度嗰個嗰、那個講故事或者即係講個 topic 嗰樣嘢，我覺得係好咗好多嘅。咁仲有我諗其他新嘅主持都係再即係磨練下，或者再即係偶爾，我會覺得你哋有時就係好好奇妙嗰樣嘢，就係你哋有時啲組合又會撞到啲火花出嚟，係啊。仲有冇其他特别嘢啊？等下先啦。会唔会换句话说，即系太长戏啊？即系喺同一个 point 纠缠太耐，或者成集嘅时间太长咁样啊？我觉得你可能因为你哋人数有时做节目多咧，互相将个。論點去互相去點講啊？傳嚟傳去嗰陣，我又唔覺得會磨爛隻嘅感覺嘅，係啦。我覺得另一個我可能自己留意到係我自己操嗰啲節目嘅時候，我都會留意嘅問題就係咧，可能一開始你都要去簡介個劇情噶嘛，咁嗰個長度我覺得係有少少難去拿捏咯。即係可能大家去講解個劇情同埋抒發你意見嘅時候，我覺得有時會比較難去拿捏，尤其是係關於一啲咧擦 game 嗰啲咧，譬如可能拉 game 啊，係啦，又或者嗰啲咧係用咗好多時間去解個 game， 跟住之後就可能自己意見會可能好難去揾到個平衡咁樣咯，跟住可能因為太過悶啦，解 game 解得太耐啦，咁之後可能就有啲。聽眾可能就行開咗咁樣，就冇再聽咁樣，都好可惜咯。所以有時以前做聽眾嗰陣係即係覺得啊，可能聽得有啲悶，但係你自己做嗰陣咧，就會發覺你好似你講你睇 example 咧，我記得你哋講嗰陣係好想解釋嗰個遊戲，因為喺嗰、那個你係睇嗰陣你係唔明噶嘛，你好想解釋嗰樣嘢睇下。我記得好似係咪拉 game 定咩？你直情畫咗個圖出嚟啊！細方者，細方者，細方者，係咯，即係你有時係需要咁樣先至喺節目度可以呈現噶嘛？即係我自己都有試過咁嘅經歷，所以即係個變咗個位之後，你作為一個聽眾同一個主持嗰、那個做法係好唔同嘅。咁但係依啲就你講得興起係。有時啊，真係可以講下，講到一個鐘都係仲淨係講啲人物設定啊、故事啊，我又覺得又冇所謂嘅，有時就我諗因為你又做開另一邊台嗰邊嘅節目比較長噶嘛，係動費嘅 style 就冇咁長嘅，咁所以大家又未攞到個平衡啦，有啲，但係好似都越嚟越長，越即係拖長，但係同隔離台都冇得比啊嘛。我都记得有六定七节噶嘛，唔知边集，搞到去七节咁样，跟住然之后每节一个钟头嗰啲咁样。唔系咁佢哋系有时间啊嘛，即系你好似我哋咁样，我哋十点钟开始动费，你六节咁几耐啊？要点塞你翻屋企啊？你哋同埋做 live 同有得剪系两回事嘅，咁即系你听到系六节啫，咁中间剪咗几多系经过剪辑噶嘛，咁所以你 live 嗰個反應又有啲唔同嘅，同埋我覺得你哋 live 嗰時咧有好多搞笑的位咧，都係或者係突然嗰、那個 crash 出嚟嗰個好勁嗰啲位置都係 live 做出嚟，多過係真係錄出嚟咯，所以依樣嘢我覺得係動費特色嚟嘅。係嘅係嘅，大家 live 撞出嚟嘅嘢先係過癮噶嘛。係啊。尤其是之後，而家 Patreon 聽到依、這、一個即係你哋十方者係，即係你啱啱錄完之後咧，你哋講咧，我發覺你哋有時有啲 topic 做出嚟係真係無啦啦係講緊同漫畫嘅嘢，但係突然咧因為一啲中間大家傾嘅嘢又轉咗一個好大嘅方向，又好有趣咁樣咯。所以依啲係各個台嘅特色嚟嘅，我覺得係。十方者是我哋经常 out topic 嘅一个节目十方者系成日系当晚先谂嘅，系咯。而鸠吹就将嗰件事再升华咗咯，系啊，再冇幻冇妖。鸠吹仲少 out topic 多过十方者，即系鸠吹通常都集中某一啲嘢讲。
同 Von Yester 都 out topic 噶嘛。唔係鳩吹，因為嗰陣時我哋第一季嘅鳩吹有個好 main 嘅 theme 啊嘛。係啊，所以專專啲嘅相對。所以 main 哥喺度嘅時候，我哋好專嘅就。係啊，律師一唔嚟，我哋就 main 哥一唔嚟，咪搞緊搞到埋曬啲乜嘢香港地名嗰啲挑戰嗰啲。自己都瞓著覺，自己都唔撚想做落去咁就做到，係啊，咁樣咯。我記得你哋喺度話嚇。開個 IG 啦！我覺得嗰下真係，即係嗰晚嗰節其中一個最 important 嘅位嚟嘅。婦女 IG 係真係好強嘅嗰一節。係咯，咁如果你話節目方面就，因為我偏向係聽咬姐，因為我而家聽動費，我見你哋講嘅嘢題目咧，都好多都係我未睇，我個人係。如果真的未接觸過那件事，我想接觸完先再聽評論的，所以我現在都是 聽咬姐多咯，就結果經常聽到真的現在好像不知道買哪本書那樣咯。天妖啊，斯利亞套啊，有一套啊，你要唔要啊？出樣去睇，出咩樣啫？我送俾你。佢同我講過，上個星期先問過，我知話唔好啦。我送俾你啊，唔係佢送俾你，咪睇一次先。你住邊頭啊？我攞過嚟啊。好睇喎，好笑喎，最尾嗰兩集正喎，精華喎，冇啦，咪叫新啲拎俾你咪得咯，係咪？唔使又唔使呢個嚟拎。冇啦，唔使啦，多謝。送到上門都唔要啦，有咩炒一個送到上門都唔要。另外一啲 special 咯，見你哋一年都做咗好多好似偶像啊，或者係啲電視啊、本地文化嗰啲 special， 我都覺得係幾有趣嘅。有冇啲咩 special 可以 suggest 下？即係可以涉獵嘅新範圍。其實你哋可以繼續。阿羅真係好好奇。對新嘢都有興趣。啱啊，人生志在不停嘗試嘛。你俾人哋講埋先。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你讲。我唔系，我即系话，你哋可以继续即系嗰个本地嘅偶像文化戏啊，或者系因为都继续落紧去噶嘛，或者系我睇一睇个 list 先，有冇啲特别嘅咧？哦，我突然间谂到个咧，因为如果喺 YPL 嗰边咧，你同大王会可以做到 Hololive 嗰啲嘢，咁但系我谂 VTuber 喺动费。嚟講相對上好似涉獵嘅人比較少啲。哇！我又唔敢講我涉獵得好多，我都係少少皮毛啫。咁真係睇曬嗰啲又，我又未去到嗰個 level。唔係咁，起碼即係如果要講嘅話，你同大王會講到啊嘛。咁但係動輝呢邊好似真係冇乜主持有留意 VTuber， 好似我見。比較少。你應該冇人係真係有長期睇，即係無論係。美系啊、日系或者系台系嗰啲都應該冇睇啦，係嘛？你有冇睇阿樂？阿樂冇睇就大家都冇睇過。我覺得如果阿樂都冇睇嘅話，應該就我覺得最有機會睇，可能係阿樂同卡油咯。我有睇過同 Stanley 打機嗰個 Vtuber 咯，不過都唔係 follow 得好足，係啦。Stanley 係有個女仔喺野村乜乜咁樣嘅。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研究嘅項目，佢即係依一個文化係幾特別嘅。只不過即係我都聽過有啲人係覺得嗰樣嘢唔係咁有趣，因為佢淨係個皮。佢哋有啲人覺得就係個皮咯。咁都即係依幾方面嘅人嘅睇法都係一個幾有趣嘅研究嚟嘅。但係就真係，如果你話要開節目嘅話，就要準備好多嘢啦。上次我哋都係好皮毛咁講啫嘛，係，但係咪當入門咯，同聽眾一齊入門咯呢啲。係啊，咁仲有，但係你哋咧，你哋對而家即係個即係例如 Patreon 嗰、那個運作，即係我其實好好奇，即係你哋一個星期咁多 Patreon 嘅節目，你哋 plan 嗰陣會唔會覺得好亂啊？或者你哋已經有一個好好嘅系統啊？定係點樣啊？動費都有命嘅啫。
我哋嘅系统咧就系有人喺个喺个 signal 嗰度大概讲咗个题目之后，诶、你得唔得？你得唔得？你得唔得？好啦，跟住今晚录啦咁样。我哋通常都跟一条 rule 去 plan 嘅，就随意咯，随心所欲，随心随意咯。我哋未去到完全随心嘅，我哋。安排节目最主要是看下嗰一日有冇其他节目出咯，系啦，如果冇嘅咪排佢咯，有嘅咪下个礼拜先咯，系啊，咁样得。务求要每日唔好撞到一日有两条同时出就得噶啦。又唔完全系咁嘅，即系譬如我哋都有嘅系礼拜日就会有动肺咬者嘅披床嘅即系重温啦。礼拜一会系有动肺，礼拜二有咬者。咁 suppose 禮拜日應該都會有呢個主持人主場系列咁樣，咁但我哋又成日遲到啊，之類嗰啲咁嘅嘢啦。我見到阿 Tim 已經準備好咗聽後日嗰集主持人主場，我已經準備好咗下個禮拜嗰集主持人主場。喂，真係好撚難得我哋。你先嘅话，我唔记得，我弊啦，要 check check 啦，有记错，是但啦，应该边个后面啊？唔记得，一次一后啦，系啦，咁总之我哋已经安排好咗两集嘅呢个主持人主场噶啦，系啦，咁啊咁样咯，我哋大致上都有嘅，咁但系我哋又冇行到好少，可能譬如礼拜六会有啲小场戏啊，之类嗰啲，通常嗰啲就真系好 random 嘅，系啊，今晚录咗就系 Batman 嘅小场戏啦，系啦，咁但系就冇乜所谓嘅，即系有位咪播出嚟先咯，咁样。嗯，同埋其实咧，我觉得我哋主持咧系会分咗啲 group 噶啦。即係可能我同冰之仲有阿雨記，唔係雨記，阿元同埋仲有仲有邊個啊？阿萬記咧就會有一個韓劇 group 咁樣咯。跟住可能再Sunny 啊，又或者 DK 啊 ，Team 啊，咁啊又一個 Marvel group 咁樣。唔係咯，我哋呢度嘅分 group 就係溝女，仲溝唔到女。唔係，而頭先大家姐所講嘅，即係 Marvel group 又好，港漫 group 又好，韓劇 group 又好啦，我哋都係同一個 group 入邊嘅。唔係，所以而家咪開個。係啦，係啦，係啦。即系新兵大家姐同埋阿行就有一个大变官，系咯。跟住之后咧，我希望大家咧 join 多啲叶柳 group 咯，系咪？即系你讲屎嗰啲咧，你喺 Discord 度开个群，我唔想听，我自己你哋自己讲啦。讲开一样嘢，我要投诉啊！点解我做节目咧？大家姐喺侧边咧，不停开啲咁样屙屎嗰啲片俾我睇，系得你咁戆鸠啫！屌啦，我望紧啲 message， 全部都要揿开条片，我系屌啦，佢系收翻嚟啲 message 系咁样啊嘛！我真系要投诉，因为头先食饭时间有人 send 条屙屎嘅片出嚟，离晒谱嗰啲主持真系而家，我真系争啲退 group 啊！啲咩人翻埋啲咩人？屌你！以后有咩喺 Discord 度同我讲，我唔睇个 signal 真系黐捻线。以前咧，你哋癫晒咧，之前你哋都会好惊讶咁样，哇！点解 send 埋啲咁嘅嘢出嚟啊？而家咧，你哋个个 send， 我 send 完啲嘢之后咧，系冇回应咯。就我哋知道你肯定系会即刻 skip 咗我。大家姐啊，你记住，你以前系一，而家你一加一大过二啊。同埋时代已经唔同咗啦，而家一加一大过二，而家已经卖紧 NFT 噶啦，年代已经唔同咗啦。个元关 NFT 咩？元宇宙已经企咗喺我哋面前啦。但系问题喺一个信息咧如此急速咁样变化嘅年代，但系排便依然系人类咧一个好永恒嘅话题嚟嘅。咁我只不过系抛一啲。大家心理上会遇到的问题给大家看啫嘛。唉，屌嘴啦！阿康仲话要讲关于地球的运动，你咪想讲呢样嘢啊？哦，系啦系啦，即系顺便可能买个广告咁样咯。喂，咁啊，万记就问啊Ricky 听咗咁多年，有冇啲嘢真系觉得做得唔够好，真系有投诉嘅咁样？咪都认真嘅，即系我哋都系真系想听投诉，我哋冇所谓啦。头先其中一样我讲过都系啦，我自己觉得喺我的角度系即係一樣嘢係我自己慣咗一邊之後，我係覺得應該係有一個更加強硬嘅嘢嘅人，或者有一個強硬嘅制度去控制某一啲嘢先。不過依即係都係睇你哋慣到嗰樣嘢啦。而另一方面，如果你話我真係有投訴嘅話，就係、是、有時係有啲主持係開名啦，開名啦，開名得啦。有時個人都會有嘅，就係、是、話可能我今日冇睇一 part， 咁我淨係講前面，唔係唔得，但係後面嗰啲討論會變咗好單向，即係淨係可能有一個係不停咁講講講講，
另一個想附和或者再討論的話，就會變得顯得那個討論會比較單一。當然都是 我熟知你們那個題目的架構還急過我們的，當然這件事是可理解，但是作為聽眾來說， 我是覺得聽下去當然就會有少許失望的有時，但是因為我現在轉了大多數是聽咬謝，我又覺得咬謝那邊就沒有這個問題，主要可能是我聽動廢那時候會有這些偶爾會有這些東西，但是 都是準備，都真的看題目和看主持各人的準備的東西，因為咬謝是看一期的書，動廢是看一堆的書，不是都不是有時有些太長呢，你又可能講緊20年前的作品34期這樣，你好難一兩禮拜之外要搞掂佢啊嘛，美味大挑戰即係嗰類咧，好難搞。又你一個人咯，下個禮拜做。唔係嗱，你冇講啊成個故事，嗰陣係話不如下個禮拜做啦，話100期喎、啊，呢個咁不如俾多個禮拜啊。跟住我即刻唔理佢，大家不如排下第二個 topic 啦嚇。你應該再答多一次100期喎、啊。咁咧結果我係你估佢唔知咩？咁結果係解決咗呢個問題嘅話，跟住我之後我係我 hold 咗話睇廿期啦，大家。咁結果不含家產係冇人睇曬，廿期都冇人睇曬嘅係。喂，咁一個禮拜廿期都係有啲唔係一個禮拜咯，唔係一個禮拜，唔係一個禮拜，唔係因為好耐之後。好久之后的事了，再说想做美美大挑战。我明白 ,OK,OK,OK。因为我记得阿添睇了，阿添不知睇了20期的。我是睇了最多，但我只是睇了7期。阿元呢个睇了3期。开心咯。又是准备不够的问题咯。准备不足的问题。这样都要正视一下。是没错。是啊。最主要是这样咯。嗯、好啊，好啦、啊，咁、啊、你最尾有冇好似預計啊、靠啊佢哋咁樣有啲要求咁啊？冇啦，我費事又你都同我講嗰啲排序或者乜嘢，我都知道你哋啲題目已經排得好密㗎啦，所以就題目方面冇乜要求啊。不過如果你話 project 嘅話就我覺得之前好有趣嘅，當然啦，係可一不可再啦，例如薯片之神嗰類。是有趣的，或者是以前的一些類似的遊戲節目，我覺得都有趣，不過這些就真的可能要隔一段很長的時間才看到，但是我希望你們是有機會再做可能其他類型這樣的節目咯。既然你這樣問到，設計得很久的一件事。既然你這樣說到，其實我們是計劃了新一個遊戲 的節目的。你有個綜藝野玩。是啦，但是因為這陣子我們有其他事搞，我們預暑假。是啦，陪啲小朋友，即系动画最识小朋友听噶嘛，咁陪啲小朋友放暑假，但系跟住屌佢三月放咗暑假，哎呀，真系扑街啦我哋咁样，系啦，咁所以我依家未知点算好嘅，咁但系即系睇下七八月佢哋有冇机会放第二次暑假啦，有嘅话可能到时会有啲新嘢可能同大家玩一下嘅，好。咁就咁多咯，唔阻住下一位啦。咁就祝各位主持平平安，咁亦都祝到系再继续做下去啦。咁啊，嗯，好啦，好，多谢你啦，多谢，多谢，拜拜，拜拜。好，之后系咪应该仲有听众啊？咁其实咁多人投诉呢个准备不足，系咪可以叫啲听众点下 remake 咧？系咪啊？即系重制。準備再充足啲。出咗嗰個就趁未有新。嚇？再又撳？你咪吸鳩咗佢先。我撳咗啊！你撳紅色嗰個掣咯，你撳紅色喎。係咯，我係真係唔見到綠色嘅喎。我識盲 ，OK？ 接受啊！唔係接受嗰個係 friend request 嚟。喂 ，Hello， 你好。Hello，William。點解咁凍？聽唔到？聽到，你聽唔聽到我？聽到啊！你可以發表你嘅不滿啊！請投訴。係。我諗我刪咗麥。你冇闩麦啊！你闩喇叭好啦。我哋听到你讲嘢嘅，而家系。我哋听到，你系
你听唔听到我哋讲嘢？佢删咗。你睇，佢删咗个咪。你睇，听众 Thomas Choi 话叫人打嚟，然后 cut 交人线啊，边谂过做噶头先？我告咁错真系告佢啦，不诚实使用电脑。William 好犀利，诶，翻嚟啦 ，William 好似翻咗嚟啦。诶 ，hello， 系你讲啊，你讲啊，听唔听到先？听得清楚，好清楚。好，有咩投诉啊？我呢边个咪好似坏坏地。唔会唔会听到啊？你支咪冇坏，你个喇叭坏啫，你分清楚先。唉，OK， 唔倾咁耐啦，因为翻紧工啊。诶，哇，多谢，多谢你。喺 New York 嗰边 call 过嚟。哇，非常感谢你。系，喂，我谂我唔知有几多个似我啦，我系老听众啦。我谂夜神月嗰阵时开始听啦。哇，咁啊有啊，即系死亡笔记啊嘛。我知啊，死亡笔记啊嘛，我哋有讲啦，系啊，系，多谢你啊，多谢你咁多年支持。唔系，我应该多谢你，因为我住咗喺度好耐啦，咁变咗冇咩机会接触到即系动漫或者港漫信息啦，咁你哋俾咗俾我好多啦。咦，系，但系咁你咪净系斋听冇得睇咯？有部分系哦，尤其疫情之后，我净系连港漫都 cut 晒啫。嗯，系即系买唔到喺嗰边，系咪成$10一本？我点买啊？哇！之前几钱啊 ？Sorry， 疫情之前几钱？之前都成$4-5噶啦。哇！加一倍价，你小飞机冇办法啦。疫情之后嗰阵时，佢一段时间断咗，佢直情话唔知保唔保到书咁样。哦 ，OK。你睇唔睇呢样？我系订套寄俾你啊！唔系我有订，送到府上。但系我而家净系订《中华英雄》啦。喂，所以咪就系《天衣元奇》问你睇唔睇咯？我哋有几套啊？我唔需要，唔需要。成日俾屎人。唔系，我哋谂住将黄山到天要，唔系啊，你去向外国外地宣传。唔系你唔要，我哋就寄晒俾漫游者噶啦。啊，我谂佢需要多啲。好，咁我哋寄俾佢啦。喂，讲翻咁你就系净系睇港漫嘅，定还是你日本漫画或动画你都会睇噶？我听啊，就听咬者先嘅。咁但係跟住聽動費啦，咁但係有時你介紹書，我份人就唔同嘅，即係你開曬股啊，開曬結尾啊，我都可以睇翻作品嘅，我都 enjoy 過程啊。咁譬如有時《殺戮都市》啦，《殺戮都市》套啦，我訂咗翻嚟啦。哇！咁係因為你推嗰陣時推介，我唔知邊個推介啦，好多年前啦。嗯，係好耐嘅，好似係咪啊？聽唔到。是不是何故的时候推介的？我忘记了。哦，其实我都不记得了。是啊，很久了。那套书也很久了。是啊。是啊，是啊。那有时我会买一些书来推介。有些但动画我就比较容易上网。邪道又好，正道又好，都看到翻。嗯。这样。但我想我主要听你节目，因为你们娱乐性高嘛。我们都是行娱乐路线的。系咯，系啦，輕鬆。你搞綜藝老師噶嘛？你，嗯，咁樣。但係你有時推介啲故事，啲故仔幾好睇啊。譬如消防員嘅故事啦，咁嗰陣時我睇翻啦。呢個邪道睇嘅咁樣。咁啊，最近咧做翻套Gundam啦，神奇啦。我哋講Build Up Revise。係啊 ，Revise 係。係。嗯。係咯。咁啊。多謝你俾我咁多娛樂啦，咁但係我有樣投訴就係、是、你而家冇咗個網頁噶咯，係嘛？係啊，哎呀，係啊，冇人睇啊，咪冇得點搞啊？即係我承認冇咗網頁就係即係唔會太多人 access 嘅，咁但係冇咗啲節目，咁舊啲節目就全部抌曬啦。唔係喺翻 YouTube 啊，擺我哋轉移曬個 YouTube 㗎，應該齊㗎。但 YouTube 嗰個 interface 好難揾嘢㗎嘛。其實 YouTube 嘅 interface 咧，相對上都難揾啲嘅。咁但係如果要揾嘅話咧，你去咗我哋個 channel 嗰一頁先，跟住其實喺個 channel 個 banner 嘅右手邊咧有個放大鏡仔嘅。咁嗰個 search 咧係淨係 search 我哋 channel 嘅嘢嘅。嗯。咁如果有關鍵字嘅話，就會揾到嘅，即係會易揾到好多應該話。嗯，系啦，我自己喺即系，譬如有時讀啲聽眾問開我哋舊節目啲嘢咧，咁我都係喺嗰個位度揾嘅啫。
咁但係就真係舊嘅節目大部分放曬上 YouTube。嗰陣時記得應該全部轉，全部擺曬過去嘅，跟住先 close 咗個。即係網頁有嘅、啊、，YouTube 都有㗎啦，應該。因為ACV Pros 啊，煲身翻啊，凍飯咬字嗰啲應該係全部拆。即係應該連網頁冇嘅 YouTube 都應該有嘅，所以網頁應該都唔夠㗎。唔係因為有啲係之後 close 咗之後先。我哋嗰時有時有啲節目冇擺，仲有網頁嘅時候，好耐都冇擺嘢上去嘅。到後期直情決定咗唔要個網頁之後，我哋將所有節目全部再執過一次，擺翻曬上去 YouTube， 跟住開咗啲頻道啊，方便大家揾噶嘛。嗰時係即係開啲 playlist 啊，開啲。所以你去嗰揾，應該揾得翻曬我哋以往所有做過嘅節目噶。開，但冇咗網頁就變咗好似冇咗係特性咁啊。唔係，因為而家真係太少人去睇個網頁啊！真係啲人都習慣聽嘢都係上 YouTube 定，所以我哋就發覺都冇乜人去 access 個網頁嘅時候，不如唔好嘥時間喺個網頁度咯。哦、okay. 唔係，同埋仲有一樣好啦低能嘅嘢嘅，因為我哋係揾唔翻個 domain host 嘅。系啦，个人系啦，即系因为佢续期佢自己喺我哋喺 credit card 扣数啊，但系 log in 唔翻嗰下奇怪啊，咁样咁所以搞唔掂底下咁啊，不如放弃唔捻柒续啦，咁样算数啦，咁样咁所以就顺理成章喺上次要续到明嘅时候就放弃咗佢咁样，放弃咗，光明退休，光明结业咩？但系其实嗰阵时尾嘅时候，我谂我哋一个月可能都未必够100个 reach。冇啊，好少人噶，系啊，系啊，唔系咁，同埋嗰阵时我哋仲要开咗 YouTube 已经系啊，移咗啲人未开 YouTube 嗰时，佢都越嚟越少啊，因为大家已经开始知道我哋嗰啲节目嗰啲 file man 自己偷 link 噶嘛，唔使网页度噶嘛，唔系，所以咪话就开 YouTube 有啲人已经过咗 YouTube 噶啦，系啊，跟住后屘开埋 YouTube 更加少咯，系，所以我就话呢，即系我哋冇网站最尾嗰一两年，其实每个月个 reach 可能都唔到100，咁所以我哋觉得即系真系冇乜人理嘅。明白嘅，咁樣，咁啊，你繼續努力啦，多謝你啦。喂，其實你揾唔到可以，你有冇去Facebook 嗰啲咧？你可以留言問翻我哋，我哋可能都可以揾到俾你睇定嘅喎。係啊係啊，即係譬如你覺得你記得我哋講過有啲乜嘢 topic 嘅話，你又揾唔到，你同我哋講啊，我哋揾俾你啊。我谂习惯性啫，因为你嗰阵时你个网站咁变咗乜嘢都 list 晒喺度嘛，系容易 browse。仲有一次网站系易揾嘅，因为佢系排次序又成，相对系可能习惯嘅。当你惯咗用翻 YouTube 嗰个揾嘢方法，你就其实 YouTube 会快啲嘅，我觉得。如果要揾嘅话。不過又睇下你有冇掌握到個關鍵字啫。係啊，你要知道，你真係要知道你想揾乜嘢咯。第二係啊，係啊，唔係我諗佢可能講嘅就係我本身就冇關鍵字嘅，即係我純粹係想上去瀏覽下，睇下有啲咩聽咁樣，同埋係啊，咁就會即係或者我講唔同啦，因為我喺外國啦，變咗我有啲時間冇咩，即係譬如得閒咁我就 browse 嗰陣時啊，幾年前啊。包曬有咩特別嘅題材咁睇下咯，聽下咯，咁樣。嗯。咁啊。喂，咁除咗嗰陣時，我記得有套就係譬如《寄生獸》啊。係。嗯。咁嗰陣時我就係個名得意咁啊 ，click 咗佢咁樣，咁跟住喺呢邊嗰陣時仲有機會買到，買咗幾本嚟睇啦。哦。寄生獸係好嘢嚟啊！寄生獸係非常好嘅嘢。寄生獸香港完全版都出咗兩次。係一次天下一次肉嘅嘛。好似系啊，一次听一次嘅。喂，咁但系除咗冇咗个网站之外，喺个节目内容上面有冇咩投诉咧？节目啊，咁头先啲人都投诉咗啦，有时有节目好似准备不足啦。系，咁所以我明白嘅，即系但你都唔系全职业余咁样。嗯哼，同埋尤其動費嗰邊，你有時啲作品係需要時間吸收嘅，咁樣。咁但係另一方面就多元化啲咯，你譬如新番或者啲動畫，唔係淨係漫畫咯。哦，咁樣新番新番靠你啊，大家。其實呢個American Pie 仲係幾好㗎。新番是可以的，对我来说还可以。American Pie 就有少少尴尬，因为之前都有听众问过是不是，即是再听不到 Shadow Baby 的声音，其实
我哋同 Shadow Bay 冇反面嘅，完全冇反面嘅。咁但係因为以前通常约 A 批录音会忘记去联络Shadow Bay， 咁所以依家忘记少咗 involve 喺约节目嘅嗰个流程入面，少咗即係忘记唔係冇啊。咁所以即係有时未必会reach 到 Shadow Bay， 咁即係好老实，其实即係我自己都有Shadow Bay 嘅一啲 contact 嘅，咁所以要搵 Shadow Bay 其实唔难，私底应该都有 Shadow Bay contact 㗎啦， Facebook 囉，係啦，即係咁，所以要搵 Shadow Bay 其实唔係搵唔到嘅，如果撞啱 topic 嘅话，其实都係绝对可以搵 Shadow Bay 同我哋继续去做节目嘅，咁样佢可能忙啲，即係即係要同佢夹囉，都係啊，系啊，系咁咯。咁你话 A 批 Shadow Bay 咯，咁其他其实我哋其他主持都有接到力去做啊。即系好似上集嘅 A 批，即系嚟紧礼拜六喺 YouTube 有得听啦。就讲 Batman 就系阿洛、DK 同埋阿元佢哋三个做。咁呢个都系一个 A 批即系新嘅组合啦，叫做。咁所以好似 Nicky 嗰集咁好听。咁你听完就比较下天知啦，要比较下先知道，即系因为即你讲靓声咁，好难同人比噶，听咗就 Nicky 赢噶啦，系啊，内容就唔知啦，要听完比较先知。你做咩冷笑啊？听到 Nicky 把声靓，大家啫，梗系啦，佢输咗俾人啊嘛，我输咗俾人，所以唯有冷冷咁笑咗下，又难饮又难玩。你又好似讲得啱，懒饮纸落嚟嘅，但系即系你本身几好啦，因为我谂动费都有段时间沉寂咗，而家多咗好多新主持啊，各方面生气多咗好多啦。主要我加入咗之后，咪开始沉寂咯。都唔系嘅，唔系嘅。我谂都唔系嘅。好多谢你啊 ，Vin！ 你讲嘢好礼，有礼貌啊！不礼嘅回答，我都会微笑啦。咁但系咬姐嗰边你哋好神奇啦，因为港漫真系越嚟越退缩得太紧要啦。嗯，咁样。我谂呢个系咬姐嘅一个优势嚟嘅，就系、是。我哋睇嘅港漫比較闊，我哋唔係淨係 stick with 博漫啊。咁所以哪怕即係港漫，你話博漫休行，可能之前休行一個月，咁雖然我哋其實最尾都冇乜點講到其他嘅漫畫，冇講好多。咁但係你話佢哪怕 touch wood 個時間再長啲，我哋都其實有好多作品可以充撐住，去支持住我哋個節目。即係好老實嘅，其實我今個禮拜本身想講下君豪佢本香港警手嘅，咁但係係啦係啦，因為我其實買即係拖咗好耐先至揾古嚟攞一本書，咁攞完睇完，但係其實我呢兩個禮拜都冇時間去準備點樣講本書。所以系啊，即系咬借得意嘅，都亦都系即系我自己作为咬借，即系应该话我作为动废嘅听众，转职一个主持，咬借系教识咗我港漫唔净系得薄装书，咁然之后即系我托赖都叫做多少成全到呢一个精神喺度，咁所以会咬借有呢个优势喺度咯，系啊。OK， 咁冇咩特别啦。好啊，多谢你，你冇特别要求啊嘛，冇啦，或者你可以叫阿 DK 个其他人同你讲，瞓得着头得噶，唔系佢未瞓朝早嚟噶，咁可以讲，可以录低佢而今晚瞓嗰时用噶嘛。冇咁需要啦。好，非常多谢 William， 咁啊，希望你工作都顺利啦吓。Thank you。好，多谢晒，拜拜。謝謝，喂，趁呢个中间，多谢啲，唔系好翻啲相出嚟啊！多谢翻，系啦，多谢翻几位啱啱 pay me 咗嘅，系啊，咁啊，呢系啦，点啊？你系咪你读啫？你读啊！咁啊，Anthony 就祝动废生日快乐嘅，咁啊 ，Paul Wong 都系啦 ，Paul Wong 都系生日快乐，跟住但系最紧要咧就系、是。啊，唔系，最即系预计啊，有货，咁就竟然忘记咗最紧要嘅事，就系货金俾大家啫。咁啊，系，多谢多谢。系啦，咁佢就仲有一句嘅，最后就系佢呢个柒头瞓啦，拜拜咁样。系啦，早唞啦。多谢预计咁支持我哋，系非常多谢，系咯，听众啊，好准时啊，同埋每星期咧，即系例如好似寻晚咁样咧。
半夜突然间咧个电话响，我真系原本想都系，我原本想讲粗口咧，就望一望，啊如记，啊多谢，系啊，系啊，继续打你，继续啦，继续打啊，你打住，同埋譬如阿听众 Justin 咯，喺 chat room 都问啊，对动费冇听冇投诉点算？打上嚟投诉，我哋做到你冇投诉，都系一个投诉，冇理由对雨生点冇投诉嘅，总有啲投诉嘅，我觉得。啊，听众。万基话佢搬啊，我哋寄唔到个天耀俾佢。黐线嘅，你搬咗新地址啊嘛？你而家瞓街啊你？系咯，你咪傻噶？你搬咗都系有个地址噶嘛？你话你瞓街头，我仲话嘅低能啊 ！Hello， 喂 ，Hello， 诶你好，诶 Leo， 系啊 ，Leo，Leo， 你好你好。我头先都系谂住架机啫，都冇乜投诉，而家都听紧，不过都可以同你哋倾下嘅。冇乜系讲啊，继续。我都听咗你哋好几年啦，你哋以网台嚟讲讲嘢都讲得几好，讲动漫节目都 OK， 讲得几好嘅。多谢多谢多谢。间中都讲下啲冷门嘅漫画，我冇睇过都会推到我涉猎下。有冇啲例子啊？啊？有冇啲例子？你所谓推到你睇嘅冷门，系咯，即系推咗你入边个坑咁样，推咗你睇边套书咁样。租做嗰啲咯，之前好撚憎租做嘅，跟住聽咗你講，咪隔開嚟睇啊。雖然到而家我都棄咗，我都係接受唔到啲畫風。哦，唔係，但係我唔敢答你啊！即係講租做係冷門嘢，咁我驚我走唔出呢個門口啊嘛。唔係，但係嗱，我哋推咗你睇，你原本好唔中意啊嘛。你睇完你係覺得係，但係你始終都係棄咗，咁係咪其實都係始終都係唔中意啊？係都係唔中意啊。但就睇咗有冇话睇咗几多先至即系决定？我咪由头开始，我都嗰阵都系揾你啲旧节目嚟听，住见你有推荐，跟住啲好似啲人又讲到 JoJo 好睇咁，我咪听嚟听啊。佢哋讲都 OK 嘅，但我开套动画嚟睇都系麻麻地。即系集节目好睇过套作品系嘛？系啊，差唔多啲画风我唔中意。你系由第一季开始睇啊？系啊，你抽佢就，哎呀，咁计啦，你次序错咗啊！如果你想中意佢咧，以后第四辑开始睇噶，头嗰三辑唔可以睇噶，唔系，第三系啊，三都得，三集太耐，头嗰两辑你会好失望嘅，你会挨唔到落去。第一集第一季真系阿 Jonathan 嗰季系真系好失望，因为好多人话好好睇，但系唔明点解嗰个剧情会咁沟流流咯，系啊，所以应该系第三部即系成太郎嗰部。我当年都。系睇咗睇，我由第一季开始咧，跟住就好憎呢套嘢，觉得好捻闷。跟住后屘都系同佢哋做节目去讲第三季，我焗住有第三季再睇一次，跟住话咦唔系嗰套嘢其实几好睇，系啊会上瘾咯。所以你系由边度开始切入喺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冇错。我介绍人都系咁。我上网都睇过啲评价，话有一两部好睇，有啲唔好睇嘅。系啊，你有机会试下从啲好睇嘅再睇下咯。都系睇咗少少，都系睇唔到。我覺得好睇你自己本身嗰個年齡層，或者比如你睇漫畫嗰個階段，你睇開邊個風格。如果比較後生少少嘅，我諗由第四部開始會好啲。咁如果係都睇開啲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頭嗰啲嘅話咧，咁係可以試下由第三部嘅。嗯，係啦。其实我第三呢个口味问题啊，我都系睇开啲热门嗰啲漫画，又或者最多加少恋爱漫画，同埋睇下啲小说咁好啲。啲冷门嘢好似我都冇睇，即系好似啱啱你哋提及嗰啲咩写啊？诶，唔系啊，你哋讲睇讲寄生兽我都冇睇啊，都系唔中意。但系死亡笔记嗰啲我都有睇啊。哦，我觉得你应该要睇翻寄生兽，寄生兽系好好睇一套作品嚟。我都知道，我有睇过 YouTube 片都好似 OK 嘅，但都系投唔到兴趣。嗯、如果你顶唔顺漫画嗰种画风嘅话，或者嗰阵时嗰种风格嘅话，你可以试下睇佢之前套动画咯，《生命的准则》改咗啲嘅，咁但系都 OK。真人版会简短啲，可以都试下入手先嘅。咁但系真人版，我觉得下半即系第二部咧。佢做嗰、那個好似叫田村啊，嗰個女仔，嗰、那個女演員真係做得好好。嗯，係啦，值得睇啊！你哋其實都可以講下多啲類似小説嗰啲，即係講下啲，又或者你有啲舊話題，之前講咗一半又冇繼續講落去嗰啲都可以嘅，繼續講翻。你有冇邊啲我哋講過一半嘅？你好想我哋駁落去講埋佢？
加速世界咯，就谂下先啦。加速世界冇动画俾我哋讲喎，我哋之前讲动画噶，要讲小说。你就可以睇小说噶嘛。Oh my god！ 压力好高啊！你知我系川原一嘅 fans 嚟噶嘛？分裂人格分裂噶嘛？我好中意讲 S.O. 噶。我喺动画都好中意讲 S.O.， 但我净系中意 S.O. 噶咋，我唔中意加速世界噶。唔係，我都係睇熱門嘅，或者煲新番。如果新番嗰套動畫我中意睇，都會變咗睇漫畫。即係好似之前嗰套咩《白雪公主》，我中意睇，跟住咪追咗啲漫畫嚟睇。哦 ，OK。咁我都係睇新番同熱門嘢多啦。啲舊嘢嘅話，都係睇當年好熱門嗰啲。同埋你哋其實都可以講下，講多啲揾多啲小説嗰啲，但又熱門嗰啲嚟講，即係例如好似早排嗰套寫無職轉身，好多人都說好好看喎，套嘢動畫都好出色。唔係，因為我哋點講咧？我哋主持咧睇小説嗰、那個，大家睇嘅完全好唔同啊，好難有交集啊。大部分都係睇漫畫或者動畫。唔關事，係我哋個別都有睇小説嘅，不過大家睇嘅小説好唔同，所以好難有交集。即係等於好似頭先你想講無職轉身。其實我哋都唔多人睇過，但係我覺得呢套嘢好睇嘅。另外，我想講，其實我之類又係基本上冇其他人會同我一齊睇嗰十幾廿集廿幾本嘢。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就係可能某個主持睇咗某一本嘢，其他全部冇睇過，就係好難揾第二個人一齊同時間都睇同一套睇過同一套嘢而家講到咯。所以輕少有少少難度呢方面。係啊，我都知道，因為你哋個台都好少講輕少，淨講到講熱門。是啊，我哋好少，通常就算轻少都系讲佢改编咗个动画啊。其实改编咗漫画都，我哋都少讲噶啦，因为轻少改编咗漫画通常都嗨多嘅。系啊，咩都而家咩都动画化、漫画化，通常系至咗漫画化，如果水温再好啲啊，出埋动画咯。系啊，但系就通常等佢动画化先讲咯。如果轻少啲嘢，系咯，系咁啊。同埋新年咧，你最近大姚女出嚟咧，真係好閃啊！一估唔到你咁靚仔都溝到你，好佩服。有啲嘢，哇！成晚都聽佢真心話。你真係可以帶多啲你條女上嚟網台放閃，我諗應該好多人會好中意你哋。唔係我俾佢鬧啦，因為今日有大家姐喺度，但係我冇叫佢上嚟。佢好迷戀大家姐嘅。哦。係啊。係咯。唔係你哋即係講講漫畫啫，幫我就好少睇，因為我其實我呢個人冇乜點睇香港漫畫。有啲要有個個啲聽眾都叫佢睇天妖，好似後生個輩都冇乜人睇香港漫畫，我啲 friend 都唔睇。唔係你由天妖入門咯，就好似你睇 JoJo 咁樣咯，想送佢俾你。睇香港漫畫已經係。橋大嗰套《武道狂》嗰個漫畫版咯，嗰個收皮好耐，好耐咯咁樣。係啊，收咗皮好耐。唔係，我哋有套實體書，你要唔要？唔要。我諗緊掉唔掉？我雖然間中攞出嚟睇，所以都唔掉。哦，咁唔系咁套《武道狂之师》套漫画 ，Felix 佢都冇办法，冇乜办法完成到噶啦。睇本人都有问题。系啊，佢都冇乜办法完成到啦。东立又出咗啲问题嗰度。系啊，仆街东立。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套书其实即系好睇嘅，同埋你见到嘅就系 Felix 佢有助手，同埋佢真系要自己一个画嘅时候，嗰、那个落差都系喺度。始终即系有助手真系争好远。我 feel 到啲背景都简单咗好多。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套书如果你唔系好有土地问题啦 ，keep 住啦，系值得 keep 嘅，我觉得套书。系，同埋啊！你哋啲节目我都通常拣题材嚟听，但系读引发咗我差唔多集集听晒。你哋讲啲，你哋讲书啲内容都讲得几好嘅。嗯，我有添读引啊喂。回应下啦你。人赞你做得好，我做嘅节目好系好基本嘅，所以系咯。A 批都差唔多集集睇晒，除咗啲咩成讲漫画嗰啲，我如果啲唔系 DC Marvel 漫画唔睇啊。唔系，因为我做节目好有梗啊，所以即系多谢啦都吓。阿天今晚都行呢个路线嘅，都系行自大自恋路线嘅。同埋本来谂住万记今日都会打入嚟同你倾，估唔到佢喺 YouTube 留言都唔打入嚟。系啊，佢今日唔得闲啊。呢个系咪一个投诉嚟噶？佢好忙啊，嗰边你知道英国。唔系佢系咁样嘅，佢系、你知道你哋想嘅咧，佢就唔做。系越想佢就越唔做。
唔係，我好奇你呢個係咪一個投訴嚟啫？哎呀，我都諗唔到有咩投訴，唯一投訴就係你哋可以講多熱門嘢同埋新啲閃光彈真係好閃嘅。嗯。我有冇聽十方姐噶？有冇意見啊？小場戲我都好少睇，因為你講嗰啲劇集嗰啲，如果你講網 view 嗰啲，唔係 view 嗰啲劇集嗰啲，我都會聽下。但係其他嗰啲，例如講啲講嗰啲，啱啱你前排咪講咗 Watcher 嗰個，我都冇興趣，我都唔知咩，你冇咁入去睇。哦 ，Watcher， 誒，連摩士。啊 ，OK。哦，嗰只。Watcher 只音好玩啊！咁佢有隻 game 紅翻轉頭，所以改劇集噶。係啊，係啊，係咯。但係我哋咧都有介紹啲韓劇咧，其實本身佢都係漫畫嚟嘅。我睇係之前由於遊戲紅，我咪攞嚟睇咯。咁啊，聽啲 friend 講好似好好睇咁樣。嗯。喂，想見你上嗰啲視頻，你可以又睇。想見你好睇啊，就係。不如我諗下先。係啊，介紹你睇兩套韓劇，第一套就係想見你。第二套就得老衲酒店。喂，骆头先有个问题想问阿 Leo 噶嘛？系啊，有冇听我哋十方姐啊？有冇啲咩 comment 啊？十方姐，我而家开个 page 揾唔到嘅，咩嚟嘅？十方姐喺 page 揾唔到？我哋定系冇 join 十方，唔系冇 join page 啦，唔紧要，可以而家 join。交up咯，大概就系一个星期咧，就有一个 topic， 咁我哋就交 up 一个钟咁样啦。你可以而家即刻可以听翻我哋之前咁多集十方姐。我哋有个 list 俾听众去揾翻啲集数噶，系咪已经 cut 咗线？唔系佢仲有人入嚟啊？唔系佢喺度，佢喺度。系 ，hello， 喂，系咪断？你睇下系咪断咗？头先嗰个可能断咗线啦。唔好呢个声就应该系唔得，呢个声系打唔到俾佢。哦，咁唔紧要啦，咁就多谢晒呢位听众先啦。先啦，我哋系咯，有缘再倾偈啦。系咯，咁趁中间又系多谢小早村龙景嘅 super chat 啦。仲有其他人想打入嚟噶嘛？好系啦，应该系冇 join patron 啦，听到十方姐即系走咗。唔系佢睇话有 patron， 但系佢唔系好揾到。同埋我记得呢样嘢应该系有系，但系都几易揾嘅，即系我哋有摆 tag 噶嘛。打唔翻哦，系多谢小组村景龙景嘅super chat 就动态生日快乐。另外仲有两位我要睇翻，你而家弹出嗰度。另外多谢阿 Ken Tech Lang 就支持。我哋即系支持动费，啱啱 pay me 咗嘅。另外 JC 咧，亦都祝我哋动费生日快乐咁样嘅。多谢晒，都好踊跃啦！今日嗰个 pay me 系咪接近下一个 call 啦？哇！喺有私人信息嘅喂，Horace， 你系咪？你头先唔系打俾 Horace 咩？你系咪？即系未揿啊！头先呢个咪上面嗰个咪上面咪 delete 咗个 message？ 唔系 delete 咗聊天啦，聊天啦。头先唔喺度嘅咩？系啊，即系咁咪搵翻咯。而家你打字啊？你会唔会打字啊？上高有得打字啊？咁卵串嘅呢个人，问人会唔会？你会唔会打字啊？咁啊？打字啊！你上司上司。点啲下属做嘢咁样，快啲啊嘛 ！H O， 识唔识选 ？R E C， 啊得唔得？系咪呢个啊？系啊，哇，好好型啊 ！Ho A C E 之后变咗做 Hi， 好 Rex。今晚去，咁听咗喺电话，我哋去定个时间就走。不在线上，你话事啊？哦，咁第二个啦。
咦 ，Ho Ace 竟然唔喺度 ？Keith 系咪？可能行开咗，冇人接听。